在众人心中，清朝就是一个割地赔款的时代，一个让中国历史受到屈辱的时代。从鸦片战争之后，清朝沦陷了大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这些近代的屈辱牢牢地刻在人们的心中。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，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我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人口大国，篇幅辽阔，有着辽阔的疆土，只是到现在因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，才让我国一些领土面积与祖国生生分离。人们对于清朝的评价一直都是褒贬不一，争论不休的。清朝的内忧外患让人们愤恨不已，鸦片战争的开始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衰落。按照这种趋势发展，清朝渐渐地在外交上失去了主权，最后我国的领土又被划分为七零八落的。在很多人心中，清朝就是一个割地赔款的时代，一个屈辱的时代。据统计，制成鸦片战争以后，清朝一共沦陷领土大约150万平方公里，可想而知，清朝败光了祖辈们用鲜血打下来的江山。那么很多人就有疑问，如果没有清朝的统治，那么中国的土地面积将会有多大？答案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很多人总会相信，如果没有清朝的统治，那么中国必定会繁荣昌盛，那么中国会产生工业文明，必将会出现像刘登一样伟大的科学家，带领中国近代科技崛起。倘若没有清朝，也就不会闭关锁国。其实这完全是很多人片面的遐想。很多人认为我国的领土是因为清朝而失去的，确实有着一定的原因，但是如果没有清朝存在的话，我国的领土也没有那么辽阔。清朝在一定的时间段也一度使我国繁荣发展，只是由于闭关锁国战略让我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并不是清朝无能，而是清朝后期领导人的软弱才会让清朝走向灭亡。其实清朝是我国领土最大的一个朝代，比明朝还要扩充了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。清朝所扩充的领土便包括我国的新疆、蒙古以及台湾。明朝时国土面积大概是400万平方公里，管辖的地区是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，原本东北还设有努尔干都司，结果还没有二十年就直接退守辽东了。民主还册封了乌斯藏等青藏高原的森林，压根就没有怎么在乎西藏，更谈不上管辖了。对于蒙古的瓦剌和达达，明朝也册封他们为王，结果瓦剌却攻破了北京，还俘虏了皇帝。对于沿海诸国，明朝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，视他们为朝贡国。至于那些国家总不懂什么是朝贡国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每次来朝贡都会赚得盆满钵满。后来到了西方殖民时期，明朝末年俄罗斯就到达了太平洋沿岸，将整个西伯利亚纳入了殖民地。如果不是清朝的崛起，估计蒙古准噶尔东北肯定早就被俄国给吞并了。那样的话，除了北调的长城就算出国了，而且英国、法国、荷兰也先后殖民到了印度、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了。如果不是清朝的崛起，汉人是无法克服高原反应进入到西藏和青海了，估计西藏早就被英国人纳入殖民地了。那么往西过了四川、云南就算出国了。再来看看当时清朝做了什么吧。1635年统一了内蒙古，1661年统一了汉地地区，1698年击败了噶尔丹把科尔喀蒙古，也就是外蒙古，纳入到了统治范围。1720年康熙还派军进驻了青藏高原，将青藏高原纳入了统治板块。1757年准噶尔汗国灭亡，金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，对在上面这些辽阔的地区设立了汉地十八省、两个办事大臣、五个将军府，辖区领土面积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，北面和西面已经完全和俄罗斯接壤，可以说是清朝奠定了新中国的疆域领土范围。前面说了，鸦片战争以来清朝丧失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民国时期外蒙古又独立，又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这才有了今天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。假如没有清朝的统治，延续明朝的4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，很有可能今天的中国面积要缩水一半。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，面积约为31500平方公里的贝加尔湖，从公元前一世纪以来也是咱们中国的领土。古代人们看贝加尔湖望不到边际，以为是海，所以称之为北海、湖泊海或小海、橘海等。后来发现不像海水是咸的，这才知道是一个巨大的湖，于是改叫渤海尔湖、白海尔湖等。贝加尔湖是到了近代才这么叫的。到了七世纪左右，唐朝正式在贝加尔湖以东设立了行政机构，后面一直到了明朝都控制着贝加尔湖以东直抵滨海地区。到了明成祖时期，朝廷开始把这片广阔的地区交由女真人管理，
可后来你真人入关得到了中原的锦绣河山后，就没怎么在意北部荒凉的贝加尔湖地区。结果1653年，彼得别克托夫带着哥萨克分队在贝加尔地区建立了第一座军事堡垒，然后开始慢慢的蚕食中国领土。到了1688年，康熙帝发现后，立马派兵在雅克萨与俄国人干了一仗，直接打垮了俄国人的军事堡垒，清军允许战败了俄国人退出中国，也没有留下军队驻守，就直接凯旋而归了。结果俄国人借清军主力走后，又跑来修建堡垒，还增加兵力储备粮食，做好了再次战斗的准备。康熙听后怒不可遏，第二年再次派兵前来，又把他们给打残了。这时候俄国政府提出谈判解决争端，康熙同意了。结果双方为了国土交界的划分有很大的争议，康熙这边为了集中精力平叛准格尔之乱，只能以后再协商界定了。结果俄国人见清兵退兵，又不讲规矩了，继续才是中国的领土，而且根本就不顾清朝的抗议。到了1724年，也就是雍正二年，清朝直接单方面把中俄贸易给停了，迫使俄国人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号称最勤政有为的雍正的，面对俄国人却步步退让，分别跟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，还有恰克图条约，梁家以萨耶里为界，以鄂博为界碑，就这样贝加尔湖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归入了俄国。古代的中国一直是有疆无界，与其说是领土范围，不如说是势力范围，边疆地区只算个大概，强大时多占点，衰落时就退守到核心地区。但到了1840年，以鸦片战争为标志，中国被动地进入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。而1840年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在中国清朝的道光时期，所以清朝自动奠定了中国的领土，清朝的疆域也就必然成为我国当前领土的法理依据。有人会问了，清朝不是签了很多屈辱的不平等条约，把好多土地都让出去了吗？是的，但这正好也间接地说明了两点。其一，确定了这些土地的主权自古以来属于中国，属于自己的才能割让。那么自古以来直接扯比如汉朝唐朝等不行吗？可以，但被清朝统治了的才更有法理依据。因为中国进入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时间点是1840年，所以只能以这个时间点的疆域版图作为依据，更有说服力。以法律的形式划定边界，就是具体到边边角角，哪些地方是你的，哪些是我的。即使边关守军很少，甚至没有，也是我的，不再是以前撤军后就等于放弃。比如东北，其实《尼布楚条约》后清朝没怎么实际管理，加上不让汉人去关外，特别是外东北、黑龙江北、乌苏里江东，慌着老毛子一直偷鸡摸狗的侵蚀，处在半控制或实际控制状态，但在法律层面依旧是大清的。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，俄趁火打劫，胁迫清签订《北京条约》《爱魂条约》，才以法律形式彻底霸占。其二，说明近代签订不平等条约后的满清领土，在法律依据上更应该属于中国。不论毛子把北方割了个干净，还是英国割香港、日本占台湾，失去了很多领土，但满清末期依旧留下了1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。注意了，这是签订法律条约，就算按不平等条约后的面积，实打实的遗产和家底。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大清朝，大清没了，但国土被后来者全权继承，法理上接手的就是1100万平方公里。有种说法是华夏领土和满清没关系，源于二战后的政治生态体系，但是战后收回备战或者不平等条约割走的领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，一是战胜国，二原本属于自己。先说第一个，其实战胜国要分强势弱势两种，强势的比如苏联，不但收回曾被占的土地，还额外割了德意志人的领土，划走波兰的一半，用德国东部补偿，直接吞下波罗的海三国。至于加里宁格勒，更是赤裸裸的霸占，赶走百姓，拆掉德式建筑，不留下任何关于德意志的痕迹，把普鲁士的龙兴之地在地图上彻底抹掉。二战后我们不可置疑的属于战胜国，同时也属于弱势的战胜国，而割我们北方领土的老毛子不但也属于战胜国，还是强势一方，这就尴尬了。所以被他割走的领土在当时根本没法要回，他会以签的条约为借口随意把你打发了。苏俄内战时是有机会收复的，但北洋政府一是乱，二是不稳定，出兵蒙古和远东没有坚持下来，更要命的是新生的苏联很快咸鱼翻身，实力强大到没法收复，甚至没法开口，就连外蒙
也被以雅塔尔体系为名作实脱离华夏而独立，最终错失了收复北方领土的机会。这算下来被毛子划走了，加上外蒙大致三分之一的领土。那么从战败国那里呢？日本战后归还东北、台湾、澎湖等地，这些也签过条约。收回依据的是什么？这里原本就属于我们的呀。原本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指具有法理依据的满清时。那么有个小问题，二战时日本也侵占了东南亚，包括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，为什么不给我们？因为这里和我们没一毛钱的隶属关系，满清时也不属于华夏。再看北方被割走的领土，换个思路，假设，我说的是假设，假设毛子也是法西斯，二战被中美英揍成战败国，那么外西北、外东北，包括库页岛和外蒙能收复吗？完全能。但贝加尔湖北和西伯利亚能给我们吗？答案又撂到上面，如果我们是强势的战胜国，好了，你老毛子万恶不赦又是战败国，作为赔偿必须把半个西伯利亚划给我们。不同意，那我改主意了，乌拉尔山以东自古就是我们的，但属于弱势的战胜国呢？啥？拿回原本属于你的领土就不错了，想什么呢？啰嗦这么多，原本属于我们的领土依据是什么？不就是满清留下的领土吗？好了，这个问题翻篇。另一个十分十分重要的问题，满清扩张无法回避的因素，蒙古。为什么要提到蒙古势力？因为看似鼎盛时的满清领土那么大，其实大致就三部分，女真族的龙兴之地东北，明朝的中原汉地和蒙古人的势力范围，而后者占到一大半。换句话说，没有蒙古人的势力地盘，满清顶多一半大。如果没解决蒙古势力地区，即使满清入关取代明朝后的领土也仅限红线以东，看上图，西藏也算，后面解释。另外，满人入关后倒定了明残余势力，削藩统一台湾，这些都是康熙的成就，这时领土范围只包括东北和明末时的关内。而此时的西藏、新疆，包括名义上归顺满清的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，都是蒙古人广义的势力范围，甚至东北和明朝领土也曾属于元蒙古。换句话说，满清取代明朝到清鼎盛时的秋海棠形疆域版图，基本上是接手了蒙古人留下的政治遗产。